我觉得我要换个发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爱心照片符号好，哦哦哦哦。低了，低了，所以今天是低了四次了吗？不，我要放晴天娃娃。嗯，很累，今天都没有玩，就是吃了个东西。这个祝福很有用。他没有去，因为睡了一觉之后起床太饿了。嗨，林，晚上好。嗯，对，今天会早点休息的。嗯，但是又不想浪费在这里的时间，但是再累的又玩不好了。明天的安排不能跟你们讲，嘻嘻。我扣一下这个衬衣，没想到它看上去实在太低了。这个大马尾有点太帅了，等一下。有一点点。对哦，这里有没有玛莎鸡嘞？不，我化了妆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起来特地化的妆的。嗯，我觉得帅就是不好看。对呀、啊，本来想出去拍个照什么的，拍个夕阳什么的。嗨，炒饭晚上好。对，然后就拍了几张，但是吧，可能没睡好，觉得长得不太好。嗯，对，他在卫生间那边，我们轮流，明天我在那边。晚上好。音乐这样合适吗？好，哦，但是我今天播到9点就下。哦，谢谢小天七号街0W0，萱萱是最甜，满村的26朵玫瑰花，祝你永远是金花，你永远有钱花。要点歌吗？今天什么都没有玩。再来了之后，先到了之后，因为昨天没有睡，就起床，啊。就在飞机上我也睡不着，那个电影也不好看，然后我就只睡了大概1个小时吧。不过那飞机开得好稳，睡了1个小时，然后就起来了。到了酒店之后就继续睡觉，稍微整理了一下，睡觉睡了2个小时，所以加起来应该是睡了3个小时。所以今天，
然后起来之后就，我们就纠结了一下要不要化妆，想化妆去海边随便拍点照片，就是因为我们打算去海边逛逛的。也没有随便拍啊，很认真的拍了。然后最主要是拍到一半肚子就饿得不行了，本来一天都没什么胃口，因为可能睡不够。嗨 KC 晚上好，等等出去吗？等等可能卸妆就休息了。今天吃的海鲜被大宰了一顿。 KC 晚上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 KC 今天是不是送了我26朵的花？祝你会有人是金花，你也有钱花。我吃的好贵的那个鱼，但是真的蛮好吃的，红色的，忘记叫什么鱼，哎，忘记拍给你们看。还有红色的那个蟹也好大，那个肉好多，都蛮鲜甜的，就除了贵没有什么缺点。我大，谢谢兔兔。好像这样好看一点，这个灯好看一点。这样好像好看一点。看眼睛都肿了，这边双眼皮都出来。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好看？没睡够。你去旅游景点吃海鲜，那我们要跑到市中心去吃海鲜。我没有怪他贵。夏日回音吗？好吧，明天就去市中心了吧？好像明天月底。我也没有怪他，那不是附近的吗？吃什么？榴莲炒冰，好。好看吗？这个角度。就有点顶光。夏日什么来着？今天我们到的时候还下雨，而且越下越大。那我说没事没事，马上我们醒来，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很困，玩不了。我们醒来天就会晴哦，结果我们都还没有那个就醒吧，都还没有入住酒店，它就晴了。最近一直都是雷阵，对，一阵一阵的。谁帮我给一下这个100鸡腿？谢谢你的6个 TH2 的应援棒。刚好3-4点，还蛮晒的。怎么了？这个灯。
我在寻找好看的灯光。谢谢你的十个巧克力，谢谢，因为我给不了。啊，这样好看点，这样好看点。这边呢？你怎么今天怎么长这样？生气了。看看有没有力气。嗯，谢谢玫瑰花。对，我其实觉得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因为、一会儿给你翻拍，告诉你啥好吃。嗯，如果我们去的话，因为看看那时候。跟小晴叔叔，因为我们想就是在附近就好。嗯，说个笑话，因为我需要加眼影吗？例如这。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身份证刚办的也找不到了，我驾驶证刚办的也找不到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我是为了看病，然后我才把驾驶证拿出去的。可是我的腰带子里面没有驾驶证。那你走，我没有生气。谢谢社恐的蟑螂恶霸送的52个巧克力，祝你生活甜甜蜜蜜，天天开开心心。对，然后我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，我说找不到就算了。找不到就算了，再去办就好了。但是就是很烦躁，一想到就很烦躁，就一直安慰自己：你们快跟我说，你们快安慰我。找不到就再办就好了，不办就好了。至少眼镜找到了，眼镜找到，花海吗？好，不办也没关系。驾驶证哎，和身份证哎，我这些都是放一起的。那天就是驾驶证、护照都是放在那一堆的，可是就是找不到身份证了。我记得还很清楚，我当时放在手机壳后面，你就把身份证拿出来了，因为我想着不能弄丢它了，最近应该不会用到它，能办。然后那个护照，不是护照，是那个，是那个驾驶证，也是放在那地方的，在那地方就找到了驾驶证。然后那天去看病的时候满带着了，因为怕自己看不了病。那我什么时候不办好呢？我不想花时间在找东西上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越想就觉得越烦，越想就觉得自己越没用。而且为什么
我都没好好选那个人化妆，感觉没有画出他的精髓，不好看。我现在用的就是电子证件呀，办了五张了。现在哼哼唧唧一天，我就是一个刷。我点了清福凉，一年掉一张。我就是放了固定位置。那天收东西就是跟大家讲，我最近特别不好。对，点了清福凉，那我下去拿了。我带你们下去拿。我是不是要放花海呀、啊？要放花海的悠悠，不要走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还有一个帽子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之前就是放手机壳后面，但是觉得最近不会用它，然后就把手机壳呢。我们的清不凉到了，小晴。那。我下去拿吧。现在吗？我们可以直完播再去拿呀。那要等半个小时。我肚子有点痛。你不是已经上过厕所了吗？想吐的那种痛。真的？嗯。是不是吃太饱了？就是那里有什么东西没煮熟啊。可是我觉得我还好。就感觉胃很难受。可能是没睡够呢。哎呦！谢谢兔兔。嗯，但是就是很烦躁，我收拾东西又慢，做什么都慢，做什么都慢。好，那我随便给你唱几句吧，我去拿。为什么买这个帽子呢？因为他在给他展示别人的行李箱啊，不是，他在给别人展示他的行李箱吗？我给你们展示我的手机壳。爱好跳白日梦。嘿嘿，你们看我的手机壳，跟我的衣服超级无敌搭，就是专门为这一次海南之行买的。嗯，酱酱是不是很漂亮？还显得手特别白，大家知道了吗？这个黄色显得手白，然后。我里面这个黄色显得很黑，显得人黑。来，反面教材来了，就是我封面的那条裙子。但这个有点低哈，这个衣服，这个显得会比较黑，但是比较活力。那这个黄色就显得比较白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而且显得真的很白，显得是很好看。都怪你们昨天夸我是好看。那是光线照的还不错。好，五秒钟。嗯，但是好像那走不过去。三。等会我们直播完，然后那它就不冰了。好吧。好吧。好吧。嗯，我要放花海了，我不去了，因为他在门口。我没有买什么新裙子，都是借的裙子，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花钱有点太多了，有点入不敷出。是这样说的吗？老鼠的好吧，没有，它很多料的，什么料？它很多布料的好吧，这不难。不过这条裙子是新的，它打折，我看着蛮好看，蛮活力的，我就买。鞋带。
这样能听到吗？这样好像蛮好看的。头发会不会很乱？你说还是我说？这个蝴蝶结是那个蝴蝶结，我也没有新买，我就连蝴蝶结都是那个 Pony 的。什么笑话？银宝故事可多了。失策了，我也应该带个直播架和灯子。灯子，我以前都会带电的。我要买拍立得，我要拍拍立得。什么秘密？你知道了，那就不是你。上网课时候发现不小心把麦克风打开了，却没发现什么麦克风。我拿了拍立得，但是没有买相纸。和姐姐打架，打什么架呀？我知道了，就是上网课的时候，然后你麦克风没关，然后你在家里面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被听到了。蛮社死的。说不定他们没在听，你要这么想。就是你朋友，不是你。哦，你听得一清二楚。哦，我觉得还好了。掉了。看饿了。可是我啥都没做，没在你们面前吃东西，就是不太对劲呢。这里好看吗？算了，还是就这儿。菠萝包，嗯，我最近感觉也发热，你发烧了，赶紧去休息，多喝热水，多喝热水真的有用。他们说感冒这种就是药物其实不是治好的，药物它只能缓解症状，然后你感冒能好。就是完全靠自己的免疫力什么的。哦，因为我这个是单曲循环，怕你们听到什么我会用的歌。可能换季了。第一针啊，有人打了第三针了。是的，哇，突然觉得这个零就是一下子就是让我肃然起敬。
你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打？最近突然很正经，而且不是那种正经。老师安排，你们是学校安排打吗？你第三针也打了吗？推荐一下发型吧。怎么长得那么奇怪？之前我们也是烦躁的，很焦躁，这样会让很焦躁。宫廷满西，宫满西庭，来都来淡季还不用排队，这还不吃？哦，是吃什么的？宫满西庭，因为我们好，我现在就记一下。因为我们要高考了，好，宫满西庭，来的呀。嗯，你对他有偏见。主要是这个衣服太低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可以把这扣子解开，就显得没有那么那个，怪怪的。今天真的好怪。谢谢巡游小银宝护眼语音，又是百送的26的玫瑰花，祝你推永远是金花，祝你永远有钱花。把下面的扣上也很奇怪了，那你们等我。耶，换好了，蛮可爱的这个。之前不暴露吧。外套没有外套，秋天前
什么还行？哪个还行？然后这样子，嗯。哦，还行，不太发了，那就好。很快吗？你们不觉得有点久吗？我怕你们等太久了。对，就播到九点哦。对，我就是怕爆不爆，是会不会有点爆了？这衣服还蛮好的，又显得很可爱，而且可以遮，就是一般就会有一点小副乳什么。拼那个的福音线索故事，而且它是那个蛋糕裙，就是在海边拍照，觉得这样应该很好看。因为来 pose 学起来，谢谢呼呼汗睡的棉花糖，脚脚白送的26朵玫瑰花，祝你腿永远是金花，祝你永远有钱花。嗯，你要下什么业务吗？不要讲，不要乱讲。我做什么都很快，嗯，不，收拾东西很慢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不好看？不行，穿这个衣服需要有一刘海。哦，这件是新买，这件就花了30-40块钱吧，因为实在选不到心仪的衣服，就随便买了件，算是爆款吧。这件应该是爆款吧，淘宝爆款。是我对自己有偏见，我今天就跟小晴说，我说我觉得我一定是对世，我一定世界上对自己意见最大的人，我一定世界上最不喜欢自己的人。那也没有迷到很做人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我多少钱，我买的应该没有很贵啊。你以为多少钱？没有，不上班。简玉，看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下一首是刻在，是谁唱的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？看一下我买这件衣服多少钱？
62块。那你们刚说的什么？你们刚说的什么？没有那个了，没有。我刚没有电，然后把那个都删完了。结果直播完了，昨天播到很晚了。嗯，想精致一下。拿了可爱的，也拿了那种有一点小性感的裙子，也不是性感吧，就比较拍出来比较意境的。对呀，有点晚了。双人的什么？嗯？最佳拍档的时候没看过吗？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怎么拍双人的？谢谢你的21朵玫瑰花，谢谢。就是。不行，我们社恐害羞。真的吗？勉勉强强能看。嗯，我其实平时都有随便拍一点点的。拍一点点的习惯。但剪不剪？想看吗？那我去请个剪辑师。但是我今天录的都没有脸。啊，有一小段脸。给你们看。等一下。想看的。99朵玫瑰花。快。快。准备要9点了。看一段有脸的，这就是，怎么就有花灯了？怎么那么突然？鹊叫明月将，鹊叫明月送将来，鹊打一个字，饺子，谢谢。谢谢全体啊、嗯！谢谢大家的花灯，谢谢，嗯，果然15的月亮是6圆，嗯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，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好的那个。那庆祝大家又给我拿了一个花灯，嗯，庆祝大家给我拿了个花灯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给大家看有脸的那个，谢谢巧克力。那我们再来一个花灯，明天再来一个花灯，
谢谢一只小阿丁送的99朵玫瑰花，祝你腿有事情花，祝你拥有钱花，祝你富贵开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谁送的？谢谢大家的玫瑰花，谢谢巧克力。来不及了，让瞎搅一个人。谢谢巧克力，我开玩笑的。嗯，不是，不是说运气，我真的只是开玩笑的。嗯，我先去给你们看，我先给你们看。谢谢小板617送的99朵玫瑰花，祝你腿有事情花，祝你永远有钱花，祝你富贵开花，祝你富贵荣华。谢谢谢谢。什么？给你们看。哎呀，我的脚被你。哎呀，我没有在抠脚，只是有一点点硌得慌。我喜欢。我比较喜欢录视频，拍照反而觉得没那么好看，所以今天就随便拍了一段。确实，你从福建回来之后，很危险。好看啊！我想回去。嗯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但今天只有这一段了。谢谢大家的花灯，再给大家看一遍。我没有在抠脚。要看吗？晚上好，谢谢大家的花灯，谢谢大家的玫瑰花。它是谢谢。前调是要英国语，后调是那个。谢谢你们的花灯。后调是那个。我就是随便录一录。和玫瑰。中调是那个黑胶轮。就这个。蛮好看的吧？谁说的臭水沟？你们才是臭水沟，现实切的荧光棒。有点滤镜。谢谢兔兔，声音不，声音不能要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还没来得及听。你们想要的话。好吧，我随便再录录点，到时候再看看吧。很辛苦的，我发现拍真的，真的快门一时爽，拍起来真的是，就是拍真的非常爽快，就录了很多很多，然后你选还有剪，真的让人崩溃。那不行，太。剪得太随便了，只有你们看，你们看着看着也会不想看。我对自己有要求。好了，我要下了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凑个整？从哪里学来的坏习惯？挑图和挑视频都很辛苦。对啊，又要熬夜了，到时候。差2000不到，1000多就可以了，1000多一点。谢谢巧克力，哦，谢谢超哎超正经啊送的花前月下，祝你花开人富贵，月圆人团圆。今天是，等等我给你们拍月亮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谢谢俄罗斯8.99送的灯叠，祝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叠叠乐。谢谢谢谢你的五朵玫瑰花，是的超了超了。谢谢小板6-17送的花前月下，祝你花开人富贵，马上下。花开人富贵，月圆人团圆，只1分钟哦。谢谢巡游小银宝护眼语音60版。送的灯雨蝶，祝你噔噔噔噔噔噔叠叠乐。
谢谢兔兔，谢谢玫瑰花，我卸完了吗？谢谢。那我们再进行一个凑整活动吧。现在呢，哎，你要谢谢。放热了，确实外面很热。谢谢呼呼酣睡的棉花糖，悄悄把送的邓雨点，祝你噔噔噔噔噔噔叠叠乐。我卸完了吗？卸完了。我属虎的月亮是六圆，等等我，去看看今天有没有月亮，然后给你们拍。你来的太晚了，我要下了，一分钟了，那我们再凑个整吧。现在呢，差一个皇冠，然后差一个花前月下。啊 ，Kissy， 马上花灯呀！谢谢 Kissy， 祝你身体发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财源滚滚，六六大顺，双喜临门，花开人富贵，人人团圆，天天开心。哦，谢谢 Kissy。哦 ，KC 补上了，我今天收到了一个发电呢。好，那我们再说，那我们如果我们每天都能说，哎，不行，23号就要结束了。谢谢，谢谢 KC。好，我也下了。祝你花开人富贵，月圆人团圆，身体健康，早点睡觉，晚安。我要去拿清补凉了。谢谢 KC。嗨，阿三，晚上好。但是我要下了，晚安。祝你吃饱睡好，吃饱睡好。吃饱睡好，睡饱吃好，早点睡觉。